你屡犯七出之罪，荒唐无度，不守妇道，生性放。哟，这还有两副面孔呢，啊，冷酷无情，娇羞无措，都让你一个人演了是吧？水红沙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大惊小怪。 你没有身孕啊？这不是得骗母亲说我有身孕才能救你出来吗？你为了救我，竟然不顾自己的名节？名节跟人命当然是人命重要，我是真心想救你的。再说了，我这名节能值几个钱？也是，三公主若如同传闻中的一样，这名声不要也罢。 韩少君，从此以后我们约法三章：人前按照我们华元城的规矩来，你听我的；人后按照你玄武城的规矩来，我听你的。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这也算咱们名义上夫妻的相处之道了。你就这么说定了，不许反悔。 站住！又怎么了？把衣服穿上再出去。这算什么？出来了，怎么办？长辈，长公子呢？ 夜深了，凉。好。多谢少君好意。